好，徐先生，请问有什么需要为您服务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姓徐？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有联机 CNMB 系统，系统显示您住在济南市泉城之根74110号14楼114室，您家电话是521-94520，您公司电话是250-94520，您的手机是198-2041-6913，请问您想用什么方式付费呢？我就想点一个海鲜披萨。徐先生，海鲜披萨不适合您。为什么呀？根据您的医疗记录，你的血压和胆固醇 TMD 都偏高哦。那你有什么可以推荐的？您可以试试我们的GB健康披萨。哼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种？系统显示您上星期一在济南图书馆借了一本GB健康食谱。好吧，那给我来一个大号的吧。徐先生，大号好像不够您吃哦。你怎么知道我不够吃？因为您家一共有6口人，来个特大号就怎么样？那好，多少钱？250元，这个足够您一家6口吃了。但您母亲应该少吃，她上个月刚刚做了心脏搭桥手术，还处在恢复期。好吧，那可以刷卡吗？徐先生，对不起，请您现金付款。哎，你们不是可以刷卡的吗？一般是可以的，但是您的信用卡已经刷爆了，您现在欠银行7482元。正准备去还钱呢，我去银行顺便取点现金吧。徐先生，系统提示您的记录，您已经超过今日提款限额了。这样吧，那个您把披萨送我家吧，我家里有现金。多久到？大约30分钟，如果您不想等，可以骑共享单车过来取。怎么瞧不起人呢？信用卡刷爆了，就得让我开着我的宝马然后去自取吗？根据我们 CNMB 全球定位跟踪系统显示，您刚刚扫码了一辆共享单车，目前正在前方路东段右侧行驶，离我们店只有50米。徐先生，建议您再带一25寸 GB 海鲜披萨。你不是说我海鲜不能吃吗？根据我们 CNMB 通讯系统分析，今天您以为女性通话频率高，时间长，我们猜测可能是您的情人，而且这位手机用户进来一直买的是尺寸25的 GB 海鲜披萨。我这系统也能查得出来？您最好现在就送回家，否则您就不方便出来了。为啥？根据我们 CNMB 定位系统，您的爱人大约30分钟后到家哦。他到家就到家，我怕他不成？哎呀，徐先生，您就不要瞒了。我们这里显示您已经在 YP 酒店订了自己的房间，估计是跟您情人吧。而且你最好考虑好屏幕为了安全问题哦。因为根据我们 CNMB 不明显显示，您的情人只有一个问题。